各位弟兄姊妹，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有一个责任或者有一个职责，要在地上代表耶稣去行出真理，代表耶稣去关爱这个社会上不同的人，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去关心和去了解他们，让他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爱和关怀能够明白和进入去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里面。所以我很想在这里呼吁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一起去参与这个联署，这个真爱同行牧养约章，因为他的精神就是说我们要关心关怀这些有同性性倾向挣扎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联署，以及去实践这个联署背后的精神。